这已经是大小姐第101次逃犯。不，好像跑进去了，给我搜。不在这里，去隔壁那看看。啊！你欺负他，流氓！这是男厕，流氓那个是你吧？你给我删了！喂。他们涂的是苏家背景，我只要真爱。不进就不进啊！轮椅起来了吗？你是我合作室友。喂，我的照片删掉。一次进男厕，一次偷看我，这罪证怎么都得留着。你也在这家公司？喂，转什么转？这位是新转来市场部的组长池旭。关于本月的转正名额，鉴于玲玲的策划案评估分最高，所以这方案明明是我们台湾做的，怎么转正名额变成他的？这是我跟小林一起做的，可是可以相互证明。你说是你，谁给你作证吗？我好了，既然你也说不清，那就听公司安排。如果公司只看关系办事，那我也没必要待在这儿了。最近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啊。趋炎附势，一次是偶然，两次是巧合，三次就是命定的缘分。这是什么狗屁孽缘？原来其实有两家公司防腐小组的，今天才把9月1号出的事的揭发。啊，是我误会他了。老公，你要来路口接我吗？我马上就到了。打错了。以后如果害怕，我们可以一起回家。这个辞职信我就当没说过。谢谢。你笑什么？没想到女流氓也有害羞的时候。你说谁呢？还有上次的照片给我删了。一天在玻璃窗上出现你的笑脸，突然间爸，我好像找到了我的天。爸，这是我男朋友池旭，董事长，久仰大名。爸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最近公司有项目和舒适集团接洽，希望有机会合作。先吃饭吧。失陪一下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这就是你所说的真爱。房东，我的空房可以便宜放租了。就是他，舒适集团唯一继承人，你们说是个恋爱脑？最后的情非得已，英雄救美的戏码都给你演上了，只要能让他上钩，彻底不错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。什么？你给我订了一日男友陪我看音乐节，手机发你了，好好享受吧。算了，不用白不用。你到了吗？我是你的雇主苏雨桐。虽然长得还不错，但是迟到10分钟扣钱。只要不扣钱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渴了，给我买水去。我饿了，给我买吃的去。你。我猜了歌手哎，哎，好热！
敢瞪我，扣钱。你想什么呀？雨桐，我刚给你发错号码了，我想爽约了。都快决赛了，还有心思去音乐节？你到了吗？我是你的雇主苏雨桐。来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明天换你当我一日女友。嗯，我还是比较想喝可乐。给。我又不想喝可乐了，还是冰淇淋比较爽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想去过夏天。你说什么？没。再过几天是总决赛了，你要是不想干就趁早退队。怎么啦？小天，我听妈劝，玩游戏是没出路的，还是踏踏实实学个好专业。陪我玩一把。苏雨桐，你也太菜了吧。你留你上啊。赢了赢了。有我在，你绝对不会输。过几天决赛，不知道有哪些电竞选手会脱颖而出呢？如果得了冠军，就会当职业选手吧。这行就是吃青春饭，不好混。亲爱，可你岁月漫长，能有个为之奋斗的目标，就应该去努力呀。下周和平精英总决赛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好啊。你，走吧。总有些惊奇的机遇，比方说当我你也赢了！啊，总决赛时间快到了。那我去买瓶水。都开始了，夏天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快看，那就是这次比赛的黑马夏天。是他。赢了赢了赢了，冠军！夏天，恭喜你了。啊，还是头次见买花送给自己的。花是送给你的，还免费送一个男朋友。啊，我的口红！不好意思啊。可以借下你袋子吗？最近天冷了，你有没有买厚衣服穿啊？你看，我买了很多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别担心。谢谢你啊，口红我培植新的给你吧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不用陪。你干这么多兼职，身体都吃不消了。没事，老板，我就是低血糖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努力的同时也别忘记照顾好自己哦。服务员来了。嗯，谢谢你的糖。对了，上次的口红还没赔给你。不用了，但是可以加个。快来兼职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对不起，我要走了，下次见。好友都没加，怎么见？嗯，就留你做个纪念吧。第一次是巧合，第二次是缘分，再有第三次就是命中注定了。什么嘛，你喜欢上他了对不对？话说你怎么没涂之前那个色号了呀？哦，不小心摔坏了。你可以试试这个花西子同心锁口红，这个色号 ME314 的涂上是带点红调的柿子色，高级融入感，既显气色又显白，寓意一生一世，代表一锁定情，还挺不错的。而且花西子的其他彩妆也很好用，气垫蜜粉口红这些热门单品在这个东方妆联里都有，一算还是挺划算的。对了，你还住在那个小区吗？我想去你那儿住几天。啊？东方庄联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Good evening。雨桐，情人节快乐。原来。又见面了。嗯，
我是来送你这个的。上次口红的事，不好意思啊。不用在意了，我知道你是不小心的。就当是告别礼物吧，我已经攒够流水费了。他绝对是喜欢你，可他就要去留学了，不应该啊。昨晚阿森缠着你，他该不会看见了吧？可我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，怎么跟他解释啊？他到底在哪？嗯？不是有男朋友吧？怎么还？你是有男朋友，但不是他。情人节快乐！我说过我不喜欢你，别再骚扰我了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可是我的条件根本比不上。比起物质，我更想遵循自己的心意，而且你早就把我的心给锁死了。那以后要一点点还我。